主日早晨，我们一起期待今天遇见神，而且有满满神要跟我们说的话在今天要来发生。我们一起先起立，在敬拜当中我们要来遇见神。你可以跟旁边两到三位跟他说，我们在敬拜当中遇见神，敬拜当中遇见神。主啊，我们要在敬拜当中来遇见你，遇见神，你的能力，你的恩典覆庇我们。主啊，在敬拜当中提升我们对你的信心。主啊，让我们看见神你荣耀的作为在我们当中。主啊，欢迎你，我们敬拜你。将软弱变为刚强，贫穷成为富足，瞎眼的看见，爱哭变为跳舞，一切山洼都填满，继续成为冰原，在神里面充满无限可能。你的能力覆庇我，战胜试炼和艰难，我相信你的恩典完全够我用。神的恩典已降临，喜乐充满我们中间，在恩典深处重担都变为轻身。神的恩典已降临，喜乐充满我们中间，依靠全能神，没有难成就的事。主，我们到你的跟前来，我要支取信心和能力，我要支取喜乐在孩子的里面。主，在敬拜当中喜乐充满我们。将软弱变为刚强，贫穷成为富足，瞎眼的看见，爱哭变为跳舞，一切山洼都填满，崎岖成为平原，在神里面充满无限可能。你的能力，你的能力覆庇我，战胜试炼和艰难，我相信你的恩典完全够我用。神的恩典已降临，喜乐充满我们中间，在恩典深处重担都变为轻身。神的恩典已降临，喜乐充满我们中间，依靠全能神，没有难成就的事。神的恩典已降临，喜乐充满我们中间，在恩典深处重担都变为轻身。神的恩典已降临，喜乐充满我们中间，依靠全能神，没有难成就的事。依靠全能神没有难成就的事。来依靠他，全能神，依靠全能神，没有难成就的事。哈利路亚，主啊，我们赞美你，主啊，我们就是来依靠你，主啊，我们就是来信靠你，主啊，这是我们的祷告和呼求，主，我来信靠你，我来依靠你，主啊，我看见神你的恩典恩手在我们当中，主啊，是你的恩典何等的奇妙，主啊，你先来找我们，主啊，你更要来在我们的当中，来到我们的当中，来翻转我们的生命。主啊，你说恩典已经临到，我们就来向你支取。主，就在现在，我们说欢迎你，耶稣，欢迎你进到我们当中。进到我们当中，当你走进我们当中，黑暗开
是被震动，仇敌被践踏在脚下，一切锁链都断开了。当你走进我们当中，生命开始的改变，破碎心再次有盼望，所有病痛的医治，破碎心再次有盼望，所有病痛的医治，是破碎的心，破碎心再次有盼望，所有病痛的医治，我们欢迎你，耶稣，我们需要你，耶稣，渴望你来到这里，在光中荣耀掌权，我们欢迎你，耶稣，我们需要你，耶稣，渴望你来到这里，设立你宝座就在这里，我们欢迎你，我们欢迎你，我们欢迎你，耶稣，我们欢迎你，我们欢迎你，我们欢迎你，耶稣，哦。需要你，耶稣，渴望你来到这里，设立你宝座就在这里。呼求主啊，我们欢迎你，而我们需要你，主啊，要爱人的话好难讲出口，但我们需要你，主啊，需要你，主啊，你的圣灵来触动我们，主啊，圣灵来帮助我们，只有你在这里，这里才有改变的可能，主啊，改变我们的心，再次来说，哦，我欢迎你，哦，心，哦，
我们欢迎你，耶稣，我们需要你，耶稣，渴望你来到这里，在光中荣耀掌权，我们欢迎你，耶稣，我们需要你，耶稣，渴望你来到这里，设立你宝座就在这里。哦，我。生命中掌权，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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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次要说，当你走进我们的当中。走进我们当中，黑暗开始被震动，仇敌被践踏在脚下，要宣告出来，一切锁链都断开。当你走进我们当中，当你走进我们当中，生命开始的改变，破碎心再次有盼望，所有病痛的医治。我们再次来说好吗？当你走进我们当中。当你走进我们当中，主啊，主啊，黑暗开始被震动，仇敌被践踏在脚下，宣告一切锁链都断开。我们当中，生命开始的改变，破碎心再次有盼望，所有病痛的医治，破碎的心，破碎心再次有盼望，所有病痛的医治。哈利路亚，主啊，这是我们的呼求和祷告。当你走进我们当中，黑暗要被震动。主啊，撒旦在你面前，他站立不住。主啊，他在我们累代当中，不管是关系来的咒诅，不管是关系来的伤害，不管是我们有一些的恶习，主啊，在你面前，这一切锁链都要断开，一切在我们累代带给我们家庭当中的伤害的，主啊，在你面前都要被断开。主啊，你在我们当中，黑暗都要被震动。主，你来恢复我们，主啊，恢复我们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主啊，谢谢你，哈利路亚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谢谢主，谢谢主，你恩典的作为，使我们能够这样子来宣告，
主要是先你先做成了，十字架使我们的生命被挽回，不只是仅仅得救，主要帮助我们走一条恩典之路，是盼望的路，让我们能够跟随你，不在黑暗里走。正一路高山或低谷，都是你在保护，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，永远不变的去，这一生都是祝福。是我的主，引我走这一路，高山或低谷，都是你在保护，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，永远不变的去，这一生都是祝福。一步又一步，这是恩典之路，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，一步又一步，这是盼望之路，你爱你手走着人生路。走在敬拜当中，引导我们，主引导我们看见你一路一步一步带领我们，从还没有认识你到如今站立在这里，主让我们能够看见你奇妙恩典的作为，我愿意继续跟随你，期待更多更多神你荣美的作为在我们当中。你是我的主，引我走这一路，高山或低谷，都是你在保护，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，永远不变的应许，这一生都是祝福。一步又一步，一步又一步，这是恩典之路，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，一步又一步，这是盼望之路，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啊，一步又一步，这是恩典之路，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，一步又一步，这是盼望之路，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，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。谢谢你愿意救我们，谢谢你十字架的作为，来唱十字架。
十字架换回我生命，是我罪的清洁剂，成神的路，盼望的路，你身伴我跟随行，十字架换回我生命，是我罪的清洁剂，成神的路，盼望的路，你身唤我跟随，十字架，十字架换回我生命，是我罪的清洁剂，成神跟随心，你身唤我跟随心，你身唤我跟随早晨做一个决定，说今天我要跟随你。谢谢你召我们出黑暗，要进入光明。生命单是属于你，哦主，你从黑暗深渊拯救我，耶稣。当我听见你声音呼召我跟随你，我就撇弃一切来回应你心。我的生命单是属于你，我主，你从黑暗深渊拯救我，耶稣。当我听见你声音呼召我跟随你，我就撇弃一切来回应你心。在这，请差遣我为你活，更为你用，传讲你属天大能话语，释放你所爱的儿女，经历你一直全然回转归向你。我在这，请差遣我为你活，更为你用，在你的面前的梦成许，生命能无愧你心意。主，我在这里只愿你同行。对神说，我的生命属于你，我的生命单是属于你，我求
从黑暗深渊拯救我，耶稣。当我听见你声音呼召我跟随你，我就撇弃一切来回应你心。我在这请差遣我，为你活更为你用，传讲你属天大能话语，释放你所爱的儿女，经历你一切全然回转归向你。我在这差遣我，为你活，更为你用，在你的面前的梦成许，生命能无愧你心意。主，我在这里，只与你同行。哈利路亚，主啊，这是我们的祷告。我们赞美你，谢谢你愿意等待我们，主啊，就是听见你的声音就来回应你，主啊，这是你的呼唤，你说听到就去行的是有福的，主啊，你帮助我们回应你大使命是大呼召，帮助我们走进那呼召当中，主啊，当我们想到我们心中那一个要关怀的人，主啊，当我们想到我们在哪一个职场，在哪一个处境当中，主啊，你要使用我们做什么事情，主啊，今天你来呼唤我们，主啊，向我们说话，帮助我们就在这个时刻说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，主啊，我们说你的呼召拣选没有改变，说你拣选，你拣选不曾改变，你呼召我更坚决，求你坚固我，求你带领我，我所求所愿所要全然交付你脚前，求你悦纳我，我一生的交托，拣选没有改变，你拣选改变，你呼召我仍坚决，求你坚固我，求你带领我，我所求所愿所要全然交付你脚前，求你悦纳我，我一生的交托，我在这差遣我，为你活，更为你用，传讲你属天大的话语，释放你所爱的儿女，经历你一切，全然回转归向你。我在这，请差遣我。生命能无愧你心意，主我在这里，只与你同行。主我在这，主我在这里，只与你同行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就一起开口来，我们自己祷告。我们在这里，主也在这里。求主来使用我们，让我们为他而活。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，哈利路亚！主啊，你在这里！主啊，你在这里！主啊，我们也在这里！求你来差遣我们，让我们的生命一生为你而活，主啊，为你而用。主啊，因为你就是我们的主，就是我们的神。主啊，我们。主啊，为你而活，因为你为我们而死。主啊，我们的生命是你所赏赐的。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赞美你的
主的恩典，赞美你的恩典，哈利路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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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耶稣，你就是那位召我们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主啊，你让我们出黑暗进入光明，我们赞美你，赞美你，你为我们死，我们为你而活，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你的赏赐。主啊，谢谢你在这里，当我们敬拜你的时候，你就设立你的宝座在这里。主啊，我们再一次奉献我们生命的宝座给你。主啊，你坐在我们生命的宝座上。主啊，我们说我们在这里任你差遣，任你使用，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你赏赐的，是要为你而活，为你所用的。感谢赞美你的恩典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拍掌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。